交代这命令的日巴说，你要替我报仇，要不然的话我不甘愿。母亲遭受安慰，他自己也亲身体验，所以他真的照着母亲的话去说去做，然后呢就去开始学一些黑法黑咒，可以降冰雹的，可以地震的，可以让那个毒虫的通通跑过来的。因为有一次呢，他用那个咒语呢，真的把他们家族那个亲朋很多都杀光光。当然那款人咱也还没有慈悲，还没有智慧啦，咱看到该死，嘿，当然拢爱甲干。但是咱动迄念头都袂使，因为这杀业。所以该死嘛，不是你触发的啦。该死嘛，不是咱个触发的，咱没有这个权利去做这工课那是以后他的果报他要自己受的。结果呢，他造了这次恶业之后，你来催他为了要帮他消这些业，甲磨，安那磨呢？甲去起塔，起塔塔拢毋是即摆用迄个机器去搬遐迄个建筑材料来呢，蛮是迄卸了石头呢，塔迄个每一层拢是足大地石头安尼，安尼起起来。伊要起迄塔的时阵每一粒石头伊那毋是用搬，就是用丝啊绑的，安尼拖咧行，甲慢慢啊把迄塔起起来。结果因师傅安尼磨呢当伊还未起好的时阵，毋是拄开始要起起到滴要了的时阵通挑竿担的等到起到要了的时阵，伊甲讲啊，歹势当我认着所在去应该是起的遐，毋是起伫的遐，应该起的遐。所以呢，阿伯麻烦你者，你个用只石头个搬落来底下个再另外起一个伊讲就地取材得，你免个去办一个再摸你得安尼得好没有第二句话，真正照做都再来，嘛是讲不开始起就甲讲唔对咧。我等伊起到这边了话的时阵，伊甲讲啊，歹势，我迄阵做了心上乱，煞又搁叫袂记的，唔是伫遐啦，伫遐。然后呢，因当天马林来伊的作相，反正徒弟对师父就是依教奉行，没有第二句话。叫做你都要消业，要消业你个唔唔爱呀，哎呀忝我，我讲安尼尔，迄业就未消，你知无？以后你们记得要消业没有第二句话，依教奉行。你那个安尼来回几句还无伊啊？因为你要打破这一关，那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后来伊嘛是这样呢，过一届又还是安尼唔是等伊去头一站去到特别好的时阵，伊佫甲讲我又佫袂记啊！你即摆去的是方形，对不对唔是要去方形的啦，要去圆形的。唔是方形的，是圆形的较对。然后，全部拆下来，又重新的
在弄圆，幻景的百般的外印象中来回弄这么一盖呢，九次，九次啊、哦，所以生命六十八有一盖，伊成就了吼，伊诶，有人来请法嘛吼，伊讲啊，你讲啊，这尊者你是怎么成就的吼？你不尴尬一下吼，然后他都没有讲什么佛法给他听，吼，伊先姑吼，很开会看，伊讲我这个就是我成就的这个方法，全身是疤痕。前面后面，不是用功夫法的，那有像我这好，才讲给您听，搁哈尼详细的解说给您听，无，伊的阿哩哩啊，这沙腾给阿红看，讲这是我成就的方法，好，规身骨的疤痕，好，为啥搬石头个？这过程里面哈，其中他的太太啊，就是他唱诗的太太，当然，妈爸也结婚是我那用佛法因缘结婚的，还有因缘结婚的，还不是讲哦，哎，鱼池结婚的哈，所以他的师母也是相当立根的哈，但是呢，一块一红红一的那个上师哈。虐待安尼吼，好，也嘛袂当讲虐待吼，要骂嘛吼，伊感觉做唔甘的吼，所以有一届呢，就甲出两个方法吼，讲啊你爱安那吼，因为我看恁书吼，无意思要甲你教吼，安尼一直甲你骂吼，因为因太太我无啥知影，到底是变哪有成就，所以伊讲哇，我看安尼你。他即马拢无甲你教半项，就是安尼甲你磨吼，佛法拢无甲你教着吼，就是安尼磨。我看吼，你去认清高明好了。就因为安尼甲建议两次吼，互伊啊呐，互伊以后吼，爱经过两个障碍还没有解决，才能佮伊拖延伊开悟时间。所以讲吼，你甲想看卖。你磨的时阵哦，旁人不能帮的呢，你知道吗？旁人不能帮的，你旁人帮了他，妈，好、哦，这个我个造出来，所以吼、哦，修行的时候哦，爱自悟，旁人不能帮的，旁人帮这个我又。所以你们听懂我在讲苦修的德很高这什么意思吗？你们听得懂吗？不是说我过我不是一头到尾那叫做受苦修啊，那哪有什么那个不是说呢我从头到尾都省吃俭用这样叫做苦修，那不是这个，那都没事自己的力量，旁人不能帮。在逼到你没有路的时候，所以，这以安那成就的原因哦。磨到那个业务去，结果呢？结果我有一天在讲这样给信众听的时候，应该我印象中好像是在讲我好的学生听的，结果我好的学生这样问我，他说老师啊后来那个塔有没有盖好？我说你有问到，你重点有问到的，我讲吼，一头到尾都唔是要起塔。
我好像有时阵笑一个我。迄个学生问我，我讲阿妹啊，哎，他有起开无？我讲我唔知咧，你去看出来，出来内底看有，看有起好势无？你讲那气候已经去高位起来啊！我来讲吼，你若讲吼，唔是为着修行要破我吼，迄一般的人吼，袂堪要安尼，伊就讲啊，伊讲师傅啊吼，你在开我玩笑，哈，啊，你不是为了要盖塔，你把他磨得半死。啊、你要看，你要看，会相应跟未相应，你看差偌济。未相应的人哦，伊就来讲，哎，师傅啊，你是安那？你是无聊，你专门要找我麻烦。啊，有一届我的师傅安那讲，伊讲，你敢知影是安那？我讲的话你拢会听。哎呦，我讲，哎、欸，啊恁有人输会安尼甲伊问袂？是安尼，我讲的话你拢会听，伊拢会依教奉行、哦。我突然刚顿了一下，我哎，安、欸、那、啊、问我这个话，我讲唔知影呢。结果叫我师傅安那回答呢，伊讲哦，我至少啊给你吃了一千次，这些爸母会当互你食，嘛食到二十岁呢。哦，也无可能甲你饲几世人。哦，我即世爸母，咱常常拢讲啊，咱爸母阮做几代，安尼甲你饲较大。哦，无你无即个色身，你嘛无多修行。哦，所以父母恩难报。哦，就是安嘛一世尔。哦，伊回答我。至少让你吃了一千次，不是一世，嘛不是十世，嘛不是一百世，一千世。啊，那咧讲开，从我开始吃伊个，到今嘛，啊，那我已经嘛爱修一千世啊咧。如果是真的哈、哦，我也至少要，我已经跟着他修了这样子。但是我嘛爱个要个唔知个呢，唔知谁那伊讲的话，我一定听。所以有一些经验吼，不讲个袂使，因为你讲无我拄仔讲的谁那，迄大慧菩萨问佛陀讲，啊你那无爱规矩讲实相，好。啊，佛陀讲，啊，众生的无实相，会不会讲实相？心中的无实相，啊，我今嘛咧讲我的实相，你听。你想看卖哦？要救一个人，救一生车啊，救无啥会起来，伊嘛是还搁咧救呢。你看会惊人未？你看菩萨的心肠，你会惊未啊？你若讲即世爸母咧对囝，安尼互食一世，爱透要紧。啊，如果我生吼、哦，我的骨肉吼，迄、哦、毋是咧师父对徒，毋是一世呢。啊，佫足辛苦咧救呢，即世又佫是伊救的呢。所以有时候你在想哦，我们无始劫以来的业哦，你说。